朝廷把平津一带的采矿权让给洋人这件事，现在已经闹得满城风雨，许多经营矿业的厂家都已经面临倒闭的命运。昨天联合起来到外务府去抗议，结果外务府啊，连一位书记官都不派出来见他们一下。我知道这件事，写了一篇稿子，后来想一想，或许写得太重了，所以我想一想，应该先让你看一下。立涵，我刚跟你说的话，你听进去没有？当然听你想，我只是在想啊，这个文章的标题该怎么下。标题我已经下好了。哎，你有什么事吗？我找那个呆头书生。呆头书生？哎呦，不对，这每个都是呆头书生。我的意思啊，我是找那个陪伴者。哎，呆书生，我找他。哎，进来进来啊。哎呦，有朋友啊。你有朋友来了，那你们先聊。稿子摆在桌上，等等看一下。子文兄，我怎么能看你的稿子呢？你知道我这个主编呢，是挂个名吧？你这篇稿子啊，自己决定就行了。好吧，我再看两遍，可以了，我就排版了。好。别的，真菜！哎呦哎呦，轻点轻点。怎么了？你伤？哎呀。要说不碍事儿，只是脸皮肉伤了。幸好我功夫底子好，以前师父教了我那什么三合功啊，每次在上庭的时候，我就提前先运气。刚从死牢里爬出来，你竟然还能吹牛啊！你这人真是……活的时候不吹，难道非要等到死了以后才吹啊？我今天来找你啊，是要特别要谢谢你，谢我吗？我听玉官讲说，你为了我的事儿，在你那个报纸上写了好大一篇骂人的文章，是吧？别提了，应该做的。我当时啊，真恨自己没有用，帮不上什么忙。发生这种事儿，连玉官他爹……算了，不提了，反正过去了。哎，对了，你有没有在你的报纸上提到我啊？我的意思说，你有没有在那个报纸上提到我铁蛋的名字？命都差点丢了，你还要留名啊？这虎死留皮，人死留名啊！这死人都会计较，更何况我还是个活生生的会动的人呢，对不对？其实我现在想想，三爷说的话还真没错。他说一个人啊，你这生要得到多少？你就要多少？这以前啊，我是什么都可以不要，所以我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以后呢？哎，你说那个三爷是不是镜子号那个三爷？是啊，没错啊。这次就是他把我从死牢里给救出来。怎么，你也认识那个三爷？哼，都托小差的福。怎么说？要不是为了亲眼证实我听到传闻，我也不会苦苦守在百花楼门外，我也不会认识三爷，我更不可能看到他应承男人那副嘴脸。如果这就是他所说的苦衷，我看呐，他不但不苦，哼，他倒还挺乐的。你说够了没有，呆头书生？亏你还成天开口闭口说什么真心真意对小钗，难道小钗他的心意你还看不透吗？你他妈！小钗应酬三爷，那都是为了，那是为了我。既然要不是小钗去求三爷的话，人家哪管我铁蛋的死活？其实我也不愿意看到小钗跟三爷在那边扯不清，但是好歹我知道小钗她的苦衷，她是不得已的。你要是真那么瞧不起人家的话，你可以躲得她远远的。外面的良家妇女这么多，也没人逼着你去喜欢一个百花楼的名妓。
别难过了，女人生孩子都会碰到一点麻烦事儿，像你妈。爹，我明白你的意思，您累了一宿了，您早点去休息吧。你也去歇一歇吧。明天，还有明天。 大少爷，把车准备好了，行李放在车上了。啊，好，我爹呢？啊，老爷昨天晚上大概喝多了，这会儿可能还没起来，要不要我去叫他？啊，不用不用。对了，早上有没有人来找过我？没有啊，您在等人呢。啊，没事，我先走了。哎，您一路要多保重啊！好。啊，对了，这是我在上海的地址、电话。 如果叶小姐有急事找我的话，就叫她打这个电话给我，好好照顾我爹了。是是，我知道。我走了。你一路顺风啊！好，你真啰嗦。好走好走啊！老爷，大少爷刚走。
大少爷，火车来了，走吧。我看叶姑娘是赶不及了，走吧。 啊，玉强，哎，你先到车上去，把位置先找到，行李放好，我随后就来。票先给我。大少爷，赶快吧，去吧。大少爷，火车要开了，走吧。陈杰，雨桐，雨桐，雨桐，陈杰。 我以为你赶不及了，陈杰，你要早点回来。我知道，我一办完事即刻就回来。大少爷，大少爷，火车要开了，来不及了，走吧。啊，雨桐，我一办完事立刻回来。我很快就会回来的，走吧，大少爷，雨桐，我很快就回来。 确定大少爷人已经到了上海。哦，刚收到于强的电报。官府和衙门都已经联络好了吗？哎，一切都安排好了。那就一切按照计划进行。是。记住，要干净利落。我明白。 我先出去一趟，有什么要事先搁着，或者子文来了叫给他处理。啊，先别，快点，快点，等着跑。官差，我明明是走着出去的。找废话，你们来个叫杜立涵的，叫他出来。抱歉，在下正是，你就是啊。还好我们早来了一步，免得就让你给溜了。把他们通通给我抓起来。是，哎哎，报馆是私产，你们都给抓起来，把他抓起来，对，让他带走。 把报告给你报了，我还要罪名呢，没有罪名凭什么抓人？问罪名，当衙门去问。带走，走，走。哎呀，来了来了，谁在敲门啊？哦，是不是小韩回来了？哦，不要敲，不要敲，来了来了。哎呀，真是糟的。哎呀，你是谁啊？我是立涵同文馆的同学，在报馆一块工作。报馆？您是杜老爹？是是，我就是，是不是小韩在外面出什么事儿了？ 我刚从报馆回来，看到官兵把报馆给查封了，结果报馆同事都被带走了。哎，那小韩是不是也被带走了？他是主编，一定首当其冲的。我一得到消息就赶快来告诉您啊！哎呀，这什么报馆，什么主编，好好的同文馆他不去，这办报这办出麻烦了，你看这。我现在要赶到西山小教堂，告诉叶牧师。叶牧师，叶牧师跟这事儿也有关系啊？报馆的钱是庆之浩少东出的，叶牧师挂名，结果现在报馆出事。 他也脱不了关系啊，老爹，我先走了，一有消息我会来告诉你。好，哎，庆之浩少东，那不是三爷吗？嗯，对了，这事儿啊，只有找三爷才有办法。你怎么会摔成这个样子的？我家养的鸡跑掉了。哦，你是去抓鸡摔成这个样子的？大人稍等。 哎，这位官差大爷，到西山小教堂来不知道有什么事啊？你是负责小教堂的叶牧师吧？我是。那你一定认识一个叫杜立涵的？嗯，没错，他是同文馆的通译，也是我们市志班的老师。你还漏了一点，他就是新民报的主编，而新民报就是你们小教堂所支持的报纸。啊，新民报是我挂名发行的，哎，可是。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少啰嗦，把他抓起来！哎，这，带走！你干什么？你到底干什么？我说过了，我有急事，我要见三爷嘛！我说过了，我们家老爷已经休息了，有什么事的话，你到洋行里去。哎呀，大管家，我不是有事，我有急事啊！哎，对对对，再说我是三爷的朋友啊，我上次来你见过我是不是？拜托拜托，帮帮忙，我一定要见三爷，我有急事啊！不行，我不行，吵架什么事？吵吵闹闹的，老爷这。
哎呀，大哥大哥，帮帮忙，帮帮忙，求求你救我！今天一定要救救我，大哥，大哥，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呀！大哥，哎呦，你这是干什么？起来，起来说话。出了什么事？你要我帮你忙啊？大哥，小孩让官兵给带走了。哦，怎么会有这种事呢？这我也不知道。这报信说他在什么报馆让官兵给抓走的。报馆？我记得你跟我说他在同盟馆，不是吗？是啊是啊，他一直就在同盟馆嘛。这，哎呦，他怎么会在外面搞什么报馆的呢？真是的。哎呀，年轻人嘛，总难免有自己的想法。看你慌成这个样。我想呢，不过是官府找他去问个话，没什么大不了的。哎呀，大哥，我也希望事情就是这样，那可是没那么简单哎。那报信的说呀，那官兵到报馆去，不但抓了人，把报馆还给封了。同时他们还说呀，这报馆的钱是清朝少东出的。哎呀，当时我一听啊，这个脑袋连弯都没转，就跑来找大哥您了。哦，你说这报馆是我儿子任杰出钱办的？哎呀，我也弄不清楚怎么回事，这小韩怎么会认识你们家少爷呢？哎呀，反正不管怎么说，只要这么大点的事情啊，一到了官府啊，咱们这些穷老百姓就算是拼了命也没辙呀。哎，还好啊，我有大哥您这个靠山，要不然我去找谁给他跪下磕头啊？哎，兄弟啊，你太抬举我了，我不过是有点生意养着一些人，其他的跟你没什么两样。真要到了官府衙门，我照样得跪在地下磕头喊人家老。这件事情如果跟你说的这么严重的话，恐怕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哦。哎哎哎，大哥，您还没有实力呢。再说这件事情跟你们家少爷还有关系哦。怎么，想拖我下水啊？杜奎，你搞清楚，这亲子号大大小小的买卖都在我的手里掌握着，你出去打听打听，在我的名义字号之下有没有报馆这一项啊？可是这钱是亲子号的吗？钱就是钱。难不成钱上头还写字儿啊？我也弄不清楚怎么回事。做好了，大哥，你不认这件事就算了。那看你把少爷给找下来，我们当面一问不就清楚了吗？任杰不在，到上海去了。哎，大哥，你会不会是得了风声，让他先走了？任杰到上海去看病去的，你扯哪儿去了？好，反正大哥，你给我一句话，要不要帮我救小韩？人逢到事情，总难免会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如果是钱嘛，我能帮点小忙；碰到官司，恐怕我没这个能耐。够了，大哥，我今天来找你不是听场面话的。你的底儿啊，我杜奎心里明白。你能不能救小韩，不是有力没力问题，是有心没心的问题嘛。何必这么激动嘛，老二？不要跟我来这套。你我杜奎随便讲两句好话，给点好处就能打发了吗？那你打算怎么样呢？我不怎么样，我老实告诉你，你不要弄错了，我比谁都清楚你今天这些怎么来的。告诉你说，当年我没有死，留下这么个活口，是老天爷有眼。胡啸天，恐怕你连做梦都没有想到吧？当年我亲眼看到你杀了咱们那帮兄弟，独吞财宝的那一幕。兄弟，你急什么？我正在兴头上，你把这话一明说，咱不就没得玩了？你在耍我？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了？要不我干嘛对你跟你那宝贝儿子这么好呢？这么说，难道小韩这件事情是你所安排的？年轻人。总该给他点教训，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学点经验总不是坏事儿。不过，就算他学会了，恐怕也用不上了。你好狠呐你！这一点你应该早就知道，是吧？只可惜我太贪了，兄弟。你别轻举妄动。我搞清楚，今天站在您面前的是清仓的大老板古敬三，不是20年前的胡啸天。所以你大可放心，我可以保证你今天可以活着走出去。你也不要得意的太早。俗话说得好，人算不如天算。20年前你就没有算到会有我这么一个活口，20年后你更没有算到有个要命的关键。
那就是我养的儿子小韩，他就是当年咱们干最后一票洗劫官眷的时候，我保下了唯一官眷的一个命根。哼！同时我还知道他亲爹是谁。今天为了救小韩呢，我豁出去了，我拿我这个老命当人证。你看，还有这块玉，我拿这个玉当物证，我去见佟大人。我不相信佟大人也会应我一句“心有余而力不足”。哼！老于，老于，老爷，发生什么事了？赶快给我拨电话到钱庄，去把长毛给我找来。去呀、啊！多亏，没想到他也留下了那块玉啊！今天衙门派兵来把报馆查封了，结果厉寒和其他人都被带走了。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查封报馆？现在不是谈论这个事时候，我特地来告诉你，你们最好避一下。报馆出了事，叶牧师也脱不了关系。哎，那厉寒呢？厉寒怎么样了？厉寒，燕姐姐，燕姐姐，袁生，你怎么会在这里？牧师呢？牧师刚才被官兵抓走了。杜老师的爹怎么可能长那副德行呢？三子，你在嘀咕什么？老爷，没什么了。门外有个疯老头在那边乱吼乱叫，说什么有事要见老爷。那个瑞叔啊，已经让家丁把他挡在门外，他还死赖着不走呢。哎，好了，你说什么杜老师来着？就是那个糟老头嘛，说他什么为了救杜老师要见老爷。我看他是胡说八道啊。杜老师昨天还陪施少爷用功了。再说杜老师他一脸书生样，他怎么会有一个像糟老头的爹嘛？这就不懂了，人家他爹长得就那个样子，那你还想他怎么样？他卖豆腐的了、啊、你说门口那个人他自称是杜老师他爹？是啊。哎，施少爷，难道他真的是？好了好了，你刚说他是为了要救杜老师来求见老爷的。嗯，走啊，会不会带头出生出事了？老太太，快去把那个人请进来。哦，我这就去。我跟你去。哦，我进过来。你看他长得怎么样？求求你们让我进去了，我要见佟大人，我这里有东西可以做证据，我一定要见佟大人，我有证据啊。我快点呐，拜托开开门呐。快点进来看看。哎，怪了。哎，人呢？刚才外面叫嘞。哦，我看八成是没戏唱跑了。万一真是豆腐爹怎么办？豆腐爹，豆腐爹，豆腐爹！哎呦，大奶奶，我内伤还不好，你给我来个外伤！哎，什么玩意？哎，豆腐爹，怎么会是你啊？哎，我没时间跟你啰嗦，我要走了。哎，别来，豆腐爹，豆腐爹，干嘛那么急啊？赶紧去投胎啊！真是。哎，这不是我卖给豆腐爹那块玉吗？哎，喂喂喂，豆腐爹，你的宝贝掉了，老爹，老爹，开让开让开啊！老爹，哎哇，哥你！你要不要紧啊？今天拜托神了，对不起。你怎么？哎，铁蛋！哎，是你啊！铁蛋，我正想去找你。找我干嘛？厉寒他出事了，他的报馆今天早上被官府查封，人也被抓走了。你说带头书生被官府给抓走了？嗯。怎么？还有我爹，只要是跟报馆有牵连的，全都被抓走了。不是，难怪我刚刚看见带头书生他爹慌慌张张的，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现在怎么办呢？我正想去洋行找任杰他爹。三爷。好啊好啊，找三爷就对了，我就是他从大牢里给救出来的。现在也只有他能够想办法了。
铁蛋，你人头熟，能不能帮帮我找个朋友打听一下究竟怎么回事？我爹跟厉海有没有生命的危险？任杰去上海了，我实在没有人可以帮忙。哎呀，没问题了，别说是你找我，就凭我跟呆头书生那个……哎呀，咱们现在也不要说那么多了啊！你跟三爷熟吗？见过一次面，是因为任杰的关系。好了，我也不管你们什么关系啊，救人要紧了。这样子好了，你去找三爷，我去想别的法子，咱们分头进行，好不好？好，快点，快点，快点上车。谢谢你啊。不用客气了，救人要紧呐。是，把这位小姐送到和信洋行。好，好好走了，别再撞到人了。是，快点，快点。好，别担心了啊。这真是怪了，看来咱们几个好像跟大牢永远扯不清了。这下可好了，歹徒出身被抓进去，这要是抓进去问个话放出来没事也好，这要是……哎呦，我得想个办法救他。玉冠，玉冠一定还不知道这个事情。哼，就凭我上次的教训，什么事情再找他那个贪生怕死的爹有个屁用啊！可是，没办法，死马当活马医，这好歹这歹徒出身是玉冠他的老师啊。这我倒要看看，这人家出事，他爹会是什么样的嘴脸？哎呦，没关系，待会儿再去找豆腐爹。这下糟了，我怎么一下气的，这怎么把底全给抖出来了？他这次绝不会放过我了，不行，我得先找个地方躲起来，然后再慢慢想办法救小孩。我躲哪儿呢？我躲哪儿？哎呦，我的玉佩呢？哎呦，也许宝带机，我的玉佩。我也不知道，我想可能是报上的一些文字得罪了一些权贵，所以他们动用官府的力量把报馆给封了，把人给抓走。哎呀，这个办报最怕出这种纰漏了，万一被扣上一个乱党的帽子，事情就麻烦了。古伯伯，我求求你一定要把我爹跟厉海给救出来。哎呀，雨桐，你这是干什么呢？别说你跟任杰马上就要成亲了，就算没这层关系，你来找我，我会想办法帮你的。来，快起来，快起来！哎，现在该怎么办？好在我是做钱庄生意，京城里呢有不少的高官都把钱寄到我银号里来生利，人嘛，只要有往来就有三分人情。这件事情啊，我要想办法弄清楚。然后看看有没有办法把这个案子呢压一压。当然了，能把人给救出来那是最要紧的事。不过嘛，怎么样，有什么事情古伯伯请直说。这个救人的管道我有，问题是人救出来了恐怕也不能在京城里再待下去了，恐怕得离开一阵子才算妥。哎呀，事出突然，恐怕你跟任杰的婚事都这么耽搁下去了。你不是也要走吗？当然了，如果你爹走你不走，事情牵连到你呢，你要发生任何事情，任杰要回来，我都没法跟他交代呀。可是我跟我爹在西山小教堂住了20年，离开这里，我能到哪里去呢？这件事情你倒不用担心，只要人救出来离开了京城，不管到了哪儿，你父女俩我都能够安排妥当，在那边先躲一阵子，等事情平息了之后再回来。可是任杰他任杰那儿，我大人会把经过的情形告诉他。
是他一回来，我立刻通知他去找你。我相信任杰就算今天在这儿，他应该同意我的安排。哎，现在最重要的当然是救人要紧，万一连人都救不出来，想走也走不掉了。不不不，我一切都听您的安排，只要能够把我爹跟厉寒救出来，只要能够保全他们的性命，我跟任杰的婚事就算耽搁一阵子也是应该的。哎呀，真是难为你了，你任杰才离开两天就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救人的事你放心交给我来办，你呢今个晚上简单的收拾点东西，一有消息我立刻派人通知你，到时候说走就能走了，赶快回去吧。谢谢您，古伯伯。哎，你要想当我古家的儿媳妇，就别再说这种话。那我就先回小教堂去了，古伯伯再见。嗯，三爷，嗯，办得好！我早就说过，这是一个死棋，摆了20年了，他还是个死棋，我就不相信你能跑得掉。哎，我倒真没想到，他竟然跟我一样干了20年的蠢事，到如今他是连本带利都讨不回来了。不过我可不能血本无归呀。上次在和庆洋行，啊，我记得，我记得。有事吗？啊，没什么事，只不过在古少爷那看见你，对你的印象蛮深的。今天又难得遇到，我可以随便跟你聊一聊吗？三小姐，对不起，我有点事。我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的，前头就有个茶馆，蛮雅致的。我可以请你喝杯茶吗？客官慢用。你今天看起来好像有心事。啊，没什么。三小姐，你想聊什么不妨直说吧。你跟古少爷认识已经很久了吗？三小姐怎么会问起这个？没什么，只是好奇，那天在洋行遇见你，一眼就看得出你和古少爷是很好的朋友，否则怎么会连他贴身的帮手于强都认识你呢？既然三小姐这么想，那么这个问题就算我回答了，恐怕也是多余的。那之后你见到古少爷，有没有跟他谈起遇见我的事呢？有，大概提了一下。那怎么说？什么怎么说啊？我的意思是，他没有告诉你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吗？关系？什么关系？难道他没有告诉你我跟他有婚约的事吗？我跟古少爷已经定过亲了，本来应该在年前完婚，可惜不巧遇上了两宫大丧，所以婚期只好向后延。我以为
叶小姐跟古少爷是好朋友，她应该会告诉你这些才对。可能是关系还不到这一层吧。那我今天邀你聊天，你一定觉得很唐突喽。三小姐，如果没有别的事的话，恕我告退。哎，你怎么啦？没事。哎，哎。你说什么？带头书生让官兵给抓走了。要是没这回事，我来找你干什么啊？受窝囊气啊？难怪，没多少钱，小三娘说有个卖豆腐的老爹，他要见我爹。对对对对，那个就是他爹。我刚才也碰到他了，可是匆匆忙忙的，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他跟你爹说了些什么？啊？说什么？你说啊！哎，这……哦。你爹连见个面给人家开口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就把人家给赶走了，是不是？哼，不是，就是这样。你爹他心里面除了担心自个家的安危以外，别人家的死活他根本不在乎。哎呀，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就是，你爹他就是这种人。不是不是啦，亏我来这以前心里还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希望，我心里面想着，就凭你跟呆头书生的关系啊，总还可以试试。可是现在我才知道，那死马就是死马，他跟死人一样，血是冷的，你知道吗？哼，你干嘛？你既然不肯进来见我，只好我出来见你。哼，佟大人现在心里面想的恐怕是巴不得这一辈子再也不要见到我这个人，这死在哪儿无所谓，只要跟你们佟家没有任何瓜葛就行了。哼，我老实告诉你，我不想高攀。那天要不是玉官跑来找我，抱着我痛哭流涕，我不会认他这个兄弟。今儿我要不是为了呆头书生那条命啊，你以为我还会跨进这个没有人情味的佟府大院一步吗？你那双铜铃眼就非得跟秤砣一样，在认人以前一定要掂一掂重量吗？不错，我铁蛋是混八大胡同的，我命贱，你瞧不起我就算了。可是人家呆头书生他是混崇文馆的，好歹也是玉官的老师啊。难道你只有在用人家的时候才想到人家，不用人家的时候就一脚把人家给踢开？你算什么官嘛？你说完了吗？我说完了。既然前头的影子说完了，是不是可以请你说正题了？厉寒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没有共犯？没有。佟大是什么人？都是有良知、有血性的中国人。放肆！你辱骂朝政，平级朝廷的亲贵，勾结乱党，假借办报，鼓吹革命，该当何罪？哼！如果我有罪，那么那些玩弄权术、只图私利、罔顾苍生、断送中国的王亲贵族，又该当何罪？大胆！没有胆，就不配做中国人。不知死活的东西，给我有请！打！他要是早听我的话，全心全意的准备公费留洋，就不会发生这种事。还不都是为了小差吗？哎，我得到衙门去一趟，把这个案子弄清楚。官府抓人总得要有个罪名啊，办报无罪，他们凭什么就叫查封报馆把人抓走？老爷，老爷，你记不记得柳师傅在追踪胡孝天这个人的时候？他说过，他曾经跟踪过一个卖豆腐的老爹。是啊，我记得。刚才铁蛋无心说的那段话。二娘，刚才铁蛋拉里拉扎噼里啪说了一大堆，您指的是他讲哪一段话？我知道就那么多，该说的不该说的我全都说了。佟大人，您要是还讲点感情的话，就赶快救他，而且要救就快。您要是救不了他的话，也请打声招呼，我还可以指望三爷。再说。就凭三爷跟豆腐爹的交情，他们是老朋友，以及三爷跟我也是老交情，我想这个忙他一定会帮的。你的意思是，会不会柳师傅跟踪那个卖豆腐的老爹就是厉寒他爹？就算是吧，两件事串在一块儿，又代表什么？
老爷，你想想看，这个卖豆腐的老爹最清楚胡啸天的底细，那他当年一定就是那帮土匪的其中之一了。这怎么可能？豆腐老爹他虽然长得有点像，可他人心地很好，而且再说一个土匪怎么可能养得出像呆头书生那样的儿子？这是不可能的嘛！哎呀，婉儿不要打岔，让你爹想想。如果不是，问题就单纯。那如果他是呢？如果他是，那他就是胡啸天罪证的唯一人证，而且他很可能会知道当年关于我们童家失散孩子的下落了。豆腐老爹，豆腐爹，豆腐爹，您的宝贝儿啊！哟，你怎么在这儿打盹呢？来来来，还你，您的宝贝啊！来，我铁蛋不占人家便宜的。哎，豆腐爹，豆腐爹，不好了，豆腐爹杀人了，豆腐爹被杀了，不好了，豆腐爹。这尸首已经送到官府去了，官府怎么说的？哎，那仵作验过尸之后呢？就以自杀了结这桩案子了。嗯，很好，你办得很好，都是照着三爷您的意思去安排的。不过有件事倒是没料想到。什么事没料想到？发现那杜老头尸体向官府报案的人，竟然会是铁蛋呢？那他知不知道？您放心。这事儿除了我一个人清楚，就算花银子请来帮忙办事儿的人也经过了好几手，都不知道替谁干的事儿。既然这样，防了他一点就是了。你自己也小心一点，千万别露面。三爷，您还有没有别的吩咐啊？船的事安排的怎么样？哎，都安排好了，就等明天人一到，就送他们上路了。最后一程，小心点，别出岔子。是。什么又是无奈，无言的相对，我是无言。